开始我以为是假的，没想到是真的，直接就是这么一喷，睡觉打呼噜的直接就是这么一喷。你是三年鼾声如雷，五年的憋闷盗汗，还是晨起口干，嗜睡乏力，睡觉打呼噜，你就试试它好不好，试试才知道。李时珍中医药专为睡觉打呼噜研发，每晚睡前对准鼻腔喷一喷，润滑呼吸道，缓解打呼噜，二类医疗器械点击下方查看详情。呼吸就暂停了，过了十几秒之后啊，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带钩的鼾声，就是这样子，鼾声高，隔壁房间都能听到，夜里面看看就不喘气了，有时候啊憋得青紫大汗，还蹬胳膊蹬腿，捅一捅他吧，翻个身又鼾声如雷，如果是这种现象，那可千万当心。了解详情吧。